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里，主耶稣也来到我们中间，他要来更新我们，要来更新我们的生命。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，我们大家一起起立。你对生命的反应，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，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。亲爱朋友，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，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，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。耶稣能够将一切姐妹、慕道朋友们，可能你以前经历过神，也可能你还不认识神，可能你在经历你生命中的一个痛处，你在经历你生命中的一个改变。主耶稣现在就要来叩我们的门，来叩我们的心门，他要对着我们说，你需要理解吗？你需要爱吗？现在主耶稣他爱的手就来伸向我们，他要来触摸我们，他要来得着我们，他要来爱我们，他要来疼我们，因为我们一切的苦处他都知道，因为我们一切的难处他都知晓。可能雨天阴天就像我们的那心情一样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踏过去。今天主耶稣来了，他要对我们说，你来到我身边，我的爱要给你，因为我爱你，因为我疼你，因为我要改变你的生命，因为你的生命从此要不再一样。感谢主。如果今天我们弟兄姐妹、慕道的朋友们，你们听了今天的这些分享、这些见证，你也感受到主耶稣现在已经在你身边，他在向你来敲你的心门，说你的生命从现在这一刻要不再一样，你就来回应他，来伸一下你的手。我们无论是你是受洗过的基督徒，还是慕道的朋友，你今天愿意来回应主耶稣，愿意让他的爱来进入到你生命里，你就来，我们来伸起手，伸起我们的手，来回应我们的主耶稣，说主耶稣，我愿意要你的爱，我愿意被你来更新，我愿意你要改变我的曾经，我愿意那一切的我的苦楚，一切的我的难处都要被你的爱完全的挪去，我愿意让你来更新我的生命，让我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，让我那在监牢里的生命要被你释放出来，让我那被世界掳走的生命要被你来夺回。我们也用我们回应的爱来向我们的神来回应。好，我们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、我们慕道朋友，你如果有这样感动，我们一起走到前面来，我们一起到前面来，我们用我们的回应的歌声，我们来回应我们的神。
好，我们再放一遍。好，我们来迎接主耶稣，他要给我们赐给我们的一个新生命。我们走到前面来，走出自己的座位。你今天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新的给我们的新的更新，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你，我们就走出我们的座位，我们来到前面，我们来回应爱我们的这个主。感谢你的爱，感谢你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，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。感谢你用你的爱，你用你舍己的爱，你用你钉在十字架上的身体，将我们的生命赎回，让我们里面一切的那阴霾都被你驱散，我们一切的苦楚都被你挪去，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，我们的关系被你来更新。主啊，今天主要是我们来回应你的时候，我们要你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，我们要你来更新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，就是你为我们所赎回的这个生命。我们要活出不一样的自己，主要你来使用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主要今天主要你使用我们的弟兄姐妹，让他们来借着他们的经历将你的爱传递给我们，我们就借着这祝福的管道将这样的爱来领回。我们也愿你的爱满溢在我们里面，从我们里面可以传递出去，让我们成为被你使用的那受祝福的也祝福别人的管道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为着今天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为着今天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所做下的那美好的工作，我们珍惜这样的工作，我们要让这美好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来成长，来结实，来结出那美好的果实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也准备来领受哀宴，所以我们也为着外面的这个食物来做一个祷告。好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为。